已经有着25年历史的经典模拟 RPG《牧场物语》系列新作《橄榄镇与希望的大地》已经在 Switch 平台上市喽。继承了爷爷留下的牧场，离开了喧嚣的都市，我们来到名为橄榄镇的桃源乡，从零开始打造自己的梦想生活。一开始先用简单的工具将牧场周围整理一番，开垦农地种植农作物，也可以豢养金牛来发展畜牧业，或是悠闲的在海边垂钓。不过主角有体力值的限制，若是上方的爱心已经快要见底，记得要回家好好休息哦。随着牧场发展上了轨道，我们也能够到橄榄镇上认识其他的居民们。镇上有着杂货店、食材店、工具店，让你升级工具提升工作效率，或是购买作物种子。当然恋爱系统也依然保留，看到喜欢的对象不妨多跟他打招呼，或是送送礼物，或许你也能够在这个镇上找到自己心爱的另外一半哦。虽然游戏继承了过去的核心玩法，但现在的版本有着读取时间过长以及游戏错误等问题，制作人已日前发表公告，会透过更新来改善，希望这款难得的25周年新作可以早点修正，给大家一个愉快的体验咯。